杰克我来了耶！今天我们来到捷克及布拉格后第二大旅游参观目的地温泉小镇卡洛维法利。这个由捷克国王和罗马查理皇帝打造的度假城市，早期是接待皇家贵族，因为它的独特热地矿泉资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欧洲热门的度假胜地，吸引了世界各国元首和多次被选作欧洲电影节的举办地。相比大多数泡温泉的小镇，这里的水是用来喝的。来到这里别忘记带个杯子，在这300多个泉水里接上一杯全天然来自地下2000米的温泉水，对人体有益成分达到30多种，有美容、治疗肠胃和治皮肤病的功效，重点是免费的。下一期带你看看匈牙利布达佩斯。